开始了噻。有没有人进来？我都不知道，第一次直播哎，健康的。上面呢？啊？对呀、啊，上面没有东西啊，就是说。诶，刚才有发言，应该是、啊、应该是这样子。开始了哈。哦，开始了，等人进来先啦。有没有人进来？我都不知道，因为我第一次直播。一个。有一个我俩哈。哎，上面有个。是谁来的？有没有写的？谢谢你第一位进来看我的。早上好。好像是 Jess 有一个狗了。怎样看啊？怎样知道有一个狗了？早上好，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看我包这个巴掌，有没有巴掌？哦，有人进来了。你们好。哇，好烫手哦。今天啊，我包巴掌哦，是因为有人要买巴掌，所以我才包的。要不然哦，我都不包哦。因为有人要问我巴掌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因为我第一次嘛，第一次卖巴掌，也没有煮过东西来卖哦。等一下啊。因为一个人在这边包很无聊啊，所以做一下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包巴掌。OK， 现在啊，我要拿这个水啊，拿去先煮先，煮给它滚，然后放那个。跟妈咪看一下。秋中哦，秋中，谢谢你也进来了。还有谁？刚才前面都看不到，跟妈咪拉下来。啊，拉下来那个字。啊，然后还有一个，刘雄丹，谢谢你，刘雄丹。然后还有，听小丽啊。谢谢你啊，因为不好意思嘿，你们的名字哦，有一些我不会读的，我不会念的，所以念错哦，多多见谅啊，不好意思。OK， 你看啊，你们绑这个粽子的时候哈、哦，这边啊有很多这个梗哦，硬硬的，所以我们要剪掉，要把它剪掉了才可以包，要不然哦会刺破这个粽叶子。欧神帮妈咪剪掉一下，欧神，妈咪越来越紧张了，因为越来越多人看妈咪了，第一次直播吗？那你帮妈咪剪掉这个梗哦，妈咪拿几个出来，剪掉这个，啊对，因为这个太硬了，等一下啊包的时候会刺破的，然后妈咪选几个出来放在水那边一起煮，然后等一下煮出来的粽子会比较香。OK， 就留这几条了。
剪到深了，你帮我来剪。OK， 剪掉。然后这个就是绑起来，放进水里面，看得到哦，会不会太远？会太远吗？你们看到吗？谢谢你 ，Florence So， 谢谢。他讲我厉害，没有啊，只是玩玩而已啊，不好意思。嗯，这个叶子，这个粽叶太嫩了，哎，不是粽叶，香兰叶太嫩了，你帮妈咪剪掉，剪，啊，随便，拿这个来绑，要不然等一下煮的时候全部开掉。OK， 这个啊，放进去水里面，然后拿去。煮给它滚，等一下啊，它滚了，我们这边包好了就可以放下去煮了。哎，煮牛鸭粽呢，应该要唱一点歌嘞，要不然他们看到我们很闷嘞。哦，谢谢你。然后这个嘞可以，这个嘞剪掉了梗啊，可以拿进去放在水里面一起煮，然后不要浪费嘛哈、哦。虽然是自己种的啦，也不要浪费。叫我女儿唱歌要不要？哦，叫我女儿唱歌，要不然她很闷呢。我说唱一个马来歌来，因为包牛要中嘛。可我不会唱。不用，不好意思，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的鼓励 ，Miss Ang， 谢谢你的鼓励。你要讲到来，还没有开始包啊。手开始发抖了。OK， 你看啊，哎，你要学吗？哦，啊，这个是粽子的背，啊，这个是粽子，哎，这个是粽子的背，你看啊，好像我们的脊椎骨这样子的，会跑出来的，那是背，啊，这个是它的前面，然后我们是里面啊。啊，要放这一个斑斓叶，啊，放一个斑斓叶，然后你看啊，三分之一这边啊，凹进去啊、哦，三分之一啊，在三分之一这边做一个锥体状，啊，这样子做一个锥体状，然后之后就有一个空出来，我再做播一次啊 ，OK， 这样子一前一后啦，啊，然后中间放一个斑斓叶。哎，我戴着眼镜哦，不会做工具。OK， 就是这样子。哦，鳄鱼进来了，鳄鱼有进来吗？有。有啊。看看啊。哇，谢谢你，二姐支持。还有谁进来？哦，舅母也进来了，舅婆啊，舅婆也进来了。啊，这样子啊。你看这边比较长的，这边比较短的，大概是三分之一这样啦。然后这样子折一下，这个叶子哦，有一点不好哦。然后折一下，然后弯一下，嗯，就出来了。啊，就是一个空了，看到吗？嗯，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包。嗯，这个白色的糯米一点就好，因为之前哦我在 YouTube 教的哦，他们认为啦，就是说这个米太多，然后这个肉哦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今天放不要放这样多，我今天就放少一点点，然后把它全部推去旁边。然后挖一个洞在里面哦，之后就放这个肉放进去。啊，之前我放两汤匙罢了嘛。啊，如果你们有看我的 YouTube 啊，你们会知道之前我放两汤匙，然后现在我多
一汤匙。哎呀，这个很顶住哎。OK， 你看啊，肉满满的，有看到吗？肉很满。啊 ，OK， 再放这个半汤匙就好了，不要太多了，因为我们要吃料多嘛。然后再加半汤匙，啊，这个米。但是有一些人哈、哦、喜欢吃料多的哈、哦，啊，你们自己在家包就可以放少一点那个糯米咯。谁进来？你读给妈咪听啊，妈咪近视了看不到了，太远了。啊，他讲什么？啊哈哈，不要那么紧张，搞到好像认不得我。OK， 不要紧，来，现在哦就是这样子按下去啊，不可以按太出力嘞，因为你按太出力哦，它里面就会很结实嘛。当它很结实的时候哦，等一下你煮的时候它膨胀啊，然后它就没有这个空间来膨胀啊，然后它的那个粽子又会好像很紧哦，好像硬硬这样子咯，然后而且哈、啊、有一些粽子会比较嫩一点哦，它就会比较容易破掉啦哈、哦。然后啊，你这样子按下去，轻轻按下去啊，然后如果是说你看到这边哦，啊，你看有时候我们按下去它会这样子吗？啊，然后你就用你的手指推推进去，当它推进去的时候，对吗？你用这一个这两个啊，一个拇指一个食指，然后按下去。那你看按下去的时候哦，它这一边啊是盖着的，然后那个米就会露出来咯啊啊，然后这样子按下去的时候啊，你看这样子，你的拇指食指。然后在这边按出一个角出来，然后折折一个角出来了，啊，这样子啦。这边啊，每次哦，我觉得我包到啊没有角的，所以哦要推出去一点点。你推出去一点点哦，它角就会出来了，这样子啦。啊，我每次啊在这个位置哦，就是包到不美，因为那个角啊会出来的。OK， 我研究一下啊，那个脚就会出来了。有人跟我讲话吗？有。我说有人跟我讲话，你要跟我讲，你跟我讲啊。然后这个啊，你看你的手这边拇指啊，你看啊，手拇指你按着，按着啊，按着这边尾巴啊。然后看得到吗？看得到吗？然后你看这样子按着吗？你看你的手指，好，这样子按着，然后就从这个尾巴这边绑着，绑转一圈，又转一圈，然后拉紧，拉紧就可以了，两圈就可以了，就很紧了。然后你再转，绑一个结，绑一个蝴蝶结就可以了，还是你要绑死结都没有关系。绑死结也可以，蝴蝶结也是可以啊，啊，这样子就好了，就是一个粽子好了，美吗？美。你一直吃一直吃，没有帮忙包。我都不会包。这个会比较高难度了，没有关系的。一下包坏了。牛牛粽，牛牛粽，啊！我老公啊，每次讲。包这个牛牙粽就要唱牛牙歌，我都不会唱牛牙歌，要不然就唱个马来歌咯，好吗？好不好？要听的讲好，要听我唱马来歌的就讲好。等一下人家讲这个傻婆来的。OK， 来再来示范一次啊！你看有没有人讲好啊？爸爸没看啊、嗯？如果有人讲好的话，我就要唱了嘞，要不然哦。等一下很丢脸，讲了没有唱，拍手哈、啊，哎，谁拍手？什么名？你读啊，你读。我不会读这个嘞。几句罢了啦，要唱也是几句罢了啦，你不要走开，等一下。哦 ，Miss Ang 啊，等一下啊，你不要走开，你走开了哈、哦，就听不到我唱歌了。等我包完的时候，我就唱歌。唱啊、
啊，不会唱了。哎呀，没有啦，一两句罢了啦。OK， 来，再来一次啊，三分之一啊，在三分之一的位，这边尖角这边啊，看得到吗？尖角，然后这个你要反来反去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梗已经剪掉了嘛，梗已经剪掉了，就不会刺破我们的粽叶了哈。啊，你看，这样子啊，转一圈，两个人讲好。啊，两个人讲好了，谁讲好 ？Irene 好 ，Irene 好讲好哎，哎呦，这么多人讲好，舅舅也进了，哦，舅舅也进来了，哎呦，要听我唱歌的，然后讲好一声就可以了。我要听鳄鱼讲啊，鳄鱼讲我要听，惨了惨了，又来发抖了那个手。因为啊，这样多人要听我唱歌，我唱歌哦，应该是很好听啦。等一下啊，好听你们就讲 ，OK， good。哇，啾啾了，全部都是啾啾。那这样子啊，你看美吗？美吗？女神图。哎，我会不会讲话太大声了？等一下你们耳朵受不了。女神图。会嘛？会太大声嘛？讲话。加油加油！然后还有Mr. Wong， 啊，女神厨师画 ，Yes， 哎呀，讲话讲到这个跑出来了，等一下啊 ，OK， 嗯，来继续讲美啊，什么 ？Dio Candy 讲美 ，Dio Candy， 哦、oh, ，Dio Candy 进来了 ，Dio Candy。谢谢你 ，Dio Candy， 谢谢你，在家无聊啊，无聊没事做啊，没事做，然后太闲空了。我是美容师，美容师现在暂时不可以做工，厉害，谢谢你 ，Mr. Wong， 谢谢。OK， 你看我放一点点罢了，因为啊，要吃料多的人就要放一点哦，不可以放多，看得到吗？一点点可以，一点点。你肯定讲我要吃，那个洞已经。要吃要吃，过来我家。过来过来 ，OK， 两汤匙，三汤匙 ，OK， 啊，三汤匙啊，料多多的啊，满满的啊。啊啊！我忘记谢谢谢谢啊！跟我买粽子的人啊，是Madam N N G A 怎样读啊？他的名 N N G A 啊？哪个？哎呀，应该是 Madam 哎呀，读 Madam 哎呀，应该你们都认识的这个。然后他是因为跟我买粽子，所以我才做这个粽子来卖的，我还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做这个粽子来卖，没有卖过这些东西，因为我一向来都是做美容的嘛，然后还有做 YouTube， 然后他看到我的 YouTube 哦，所以他就跟我订了之后哦，我讲我没有卖，然后啊，又想想啊，现在没有钱订哎，没有收入嘞。没有收入要怎么办？又不做，人家想要买我又不做，做懒做虫，然后啊想了几天呢，想了几天呢，然后不能睡嘞，那个头脑啊一直想着哦，哎有钱进来不要赚钱呐、啊，我头脑一直这样子想几天呢。有人问你 yes 不吃吗？然后后来哦，后来 OK 咯，哎呀。反正有钱赚不是赚钱呐、啊，哎呦，一直睡在那边吃饱睡吃饱睡做什么？然后赚点钱呐、啊，然后又在这包很无聊哦，不是直播咯，跟你们叫你们陪我啦，叫你们陪我，很般带呀、啊，哇，很般带，吃吃吃。哦，这个哎那个拉下来那个很般带哈，叫什么名？上一点，啊，般带。
板带那边，哎，不见了。在下面。哎，是在下面吗？你哪里有拉到东西啊？哎呦，不见了咯，我看不到黄明啊。OK， 那不用紧了，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赞。哎呦，不知道啊，一边包一边讲话哦，两粒都还没有包好。梅山来讲嗨女神。哎，谢谢梅山，谢谢。哎呦，不知道一边包一边讲话哦，要用很长的时间的嘞。OK， 来，现在我已经放了这个米 ，OK， 然后啊，这边哦要推进去啊，刚才我已经讲了，推进去，然后这边哦，我们是要有脚的嘛，所以你要压一个脚出来啊，然后推一个脚出来，然后这个轻轻的压下去 ，OK， 轻轻的压下去了哈，然后你的这个两个啊，一个拇指一个食指要压着，压着了然后才按下去，然后它的饭才不会跑出来嘛。哦，然后这边我们要有做一个脚的嘛，所以就要按这样子按，按一个脚出来啊、哦。OK， 已经又好一粒了，这个是第二粒了。好水多过茶，讲话讲太多了，包才包第二粒。OK， 现在这个又是转，哎，我说你帮妈咪关关那个火，已经滚了，哇，味道很香哎。那个斑斓叶的味道很香的，因为我放很多斑斓叶进去嘛。OK， 这样子按，转两圈，然后拉拉紧，拉紧啊。然后又绑一个结，再绑。OK， 搞定。讲话讲到没有力气，省你的力气来做这个东西。OK， 人家这样支持我啊，哦，看看还有人讲话嘛？人家这样支持我，不也省那个力气来的？那、啊、你看啊，一个长嘛，一个短嘛，短的哦，我们就放里面咯，因为有一些中叶就是这样的，有一些很瘦，有一些很胖，好像我这样子，我肚腩这样子哦，肥肥胖胖的，你看。我特地穿这件衣服啊，看不到我肚腩了。你看我肚腩，啊，好像有一些粽子是好像我肚子这样子啊，很胖的，很肥的，不要紧的。然后有一些像我女儿这样子，来来来，你看这个粽子像我女儿吗？中叶，瘦瘦的，看得到吗？啊，有一些是像她这样子的，不要紧的啊。然后啊，我们照样这个长瘦的。然后胖的哈、哦，好像我这样子的哈、哦。阿妈进来啊！阿妈进来呀！啊！哦，阿妈，阿妈叫阿妈，叫妈咪，妈咪。那、啊、这样子一样的，短的放在上面，长的放在后面。OK， 整理一下，因为它这个粽叶哈、哦、有一点歪来歪去。你然后讲堂妹，不不不。堂妹，谁来的？李连浩。啊？李连浩。什么名啊？对不起啊，真的是我看不到那些字。李连浩。啊？什么浩？李连浩。李连浩啊！哦啊 ，hello hello， 李连浩你好，堂妹，应该是堂妹的话，她叫我堂妹就是堂姐哦。堂姐，堂姐，她叫我堂妹，我就叫堂姐了。哦，罗爱秀，罗爱秀，你好，你好。然后下面还有写什么？要放肥肉，什么肥猪肉才好吃。哦，哎呦，其实这个肉还有肥猪肉的，但是哦，比较少一点，比较少肥猪肉，有一点点。下一次啊、哦，下一次我放多一点啊。要肥肉。OK， 也是一样啊，三分之一，转一个圈。OK， 就是这样。然后你要包大一点，你这个要开哦，开一点哦，啊、哦，那个粽叶开一点，它就会比较大一点。嗯。什么？
美女早上好，早上好。这个是表姐，我的表姐，早上好。Miss N， 我的表姐，早上好。每次支持我的，我的好表姐。OK， 肉多多满满呐、啊，啊，真材实料啊！哦，对呀、啊，我这个肉哈、哦，我是特地啊去到巴萨哦，叫人家绞嘞，而不是买那种杂肉啊，已经绞好了的，不是哎，这个是属于很健康的，啊、哦，哇，很热哎，用力讲早上好，谁？用啊。哦，用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用 LY， 早上好。OK， 现在又第三例了，应该是刚刚进来的人不知道我要唱歌哈、哦，等一下，啊、哦、，OK， 这样子轻轻的按下去。好像是阿兰姐。哦，兰姐，兰姐你好，是兰姐吗？是是，啊，兰姐你好，进来进来，等一下我要唱歌给大家听啊。哦，我又忘记按那个脚出来了，等一下又没有脚了。这边啊，推出去一点，它就有脚了。你按一个脚出来，你看有一个三角形了啊、哦。等一下它才会有脚嘛。你这样子圆圆的啊，它不会有脚出来的。好、哦，然后你这边两边手啊。两边手按下去，按下去，然后啊，折那个脚出来就 OK 了。嗯，就美美了。有请我吃吗？谁？请你吃？哎呦，改天了咯，因为我包太少了，因为只有哦一个人买罢了。然后啊，我心想哦，有钱赚啊，一个人买也做了，啊，反正也是可以做给自己吃，做太少了嘛。我也是不敢出去买材料啊，这个是那天哦，我做 YouTube 哦直播剩的那些材料来的。OK， 这样子转两圈啊，转两圈拉紧，它才不会露出来嘛。然后转一圈，这样子绑 ，OK， 然后又再绑一个蝴蝶结。哎，宝贝啊，你拿那个椅子坐住慢慢看。啊，要不然你站着很辛苦。OK。OK。有吗？有人在跟我讲话吗？不好意思啊，因为哦，你们有人跟我讲话，我真的是看不到啊。我女儿现在是坐在这边旁边哦，帮忙看。秀兰讲早上好。哦，秀兰早上好，秀兰，谢谢你啊，谢谢进来支持。OK， 这个。又再来多一次啊！我觉得哈、哦，这个有梗的地方哈、哦，不要放在这边靠近这边呐、啊，因为啊，放在靠近这边的话哈、哦，它的那个谁给钱买，我下回什么跟你买？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Mr. Wong。OK， 这个啊背在后面啊，你看。有一个鼓的 啊，然后这个有梗的哈、哦，我建议你们哈、哦、不要放在这边啊，不要放靠近这边，要放倒反啊，我要大因为等一下它折下去哦，折下去哦，它会比较什么啦，这个比较软啊，会刺到嘛，比较容易折啦啊，什么要大大的，要大大。要大大力的，大大力不要啊，吃了很腻的。要小小力的，今天吃一粒，啊，明天等一下或者等一下再来吃。加钱啊！加钱很腻，教你吃，我们做人要享受。是啊，慢慢吃，慢慢享受，小小力的，然后小力的、啊、吃到很多料哎，啊，你大大力的哦，是料多啦，也是一样包啦，但是哦，你会很腻的。早上好，这样子啊，也是这边尾巴这边啊，折下去。阿妈讲 ，quite a waste, I can't eat。改次阿妈哦过来这边的时候哦，做给阿妈啊，我们做给阿妈吃。
Miyuki Ting Jing. Miyuki. Oh, Yuki, Yuki, 早上好。这个现在是早上啦，说是一点半吧了。这个是我为了做这个粽子啊，我昨天不是睡到很好哎，因为我一直心想哦，哎呦，有钱赚哦，不要起来一直在那边睡耶。然后害死我不能睡，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做这个粽子。然后再加上哦，我做粽子要直播吗？然后又再加上有一个压力。有人讲啊，你有买吗？我要订。啊？谁？哦哦，要等下一次了咯，下一次。好久不见。哦 ，Miyuki， 好久不见。对咯，很久没有见了咯，你很久没有来给我做眉毛了嘞。我在 Facebook 一直有看到你啦 ，Miyuki。其实我真的在 Facebook 一直有看住你的关注你啦。我们在 Facebook 见。现在也是啊，现在也算是见面了啊。这个我不会讲。啊？下次说几点？对咯，突然间想要直播的，然后啊，晚上的时候也是想要直播，但是哦，在那边考虑要不要直播，然后啊，心想，哎呦，我刚才一个人在洗，一个人在做啊，好像有一点闷哦，有一点无聊哦，然后一直又不可以出门，所以就没有定下几点哦。开心了，记得我。啊？什么？在。什么？回去才找你。什么？谁要回来找我？你又去。开心哦，记得我，肯定记得你啦，对你印象很深刻的。上一次你给我做双眼皮埋线啦，我还记得你。OK， 哎呀哎呀，这样子呀。OK， 这个刚才教了啊，这个是谁进来 ？Ken Ng。Hello, Ken Ng. Hello. 你好。谢谢进来支持啊，谢谢。还有下一个是谁？明西蛋，我的老同学进来了。哎呦，不好意思，我的老同学明西蛋，从小到大都是从幼稚园啊到中学都是一起读书的。哎，拿错了。进来支持我，真的是很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到现在还有一，啊，大声一点，我听不到。你一讲到现在还有余力呀、啊，还是？啊，有什么余力呀、啊？我不知道怎么组织一个。我看，什么？到现在还有嘞？有什么啊？苗记，你有什么？有什么？你是单讲早安。有双眼皮是吗？双眼皮啊，对啦，因为上次我特地给你弄到很高的、很厚的你的双眼皮，然后啊，我给你埋线埋到很厚嘛，所以哦，它现在久了哦，掉下来了会比较自然了咯。西丹讲早安。哦，早安，早安，没事，早安。OK， 一边讲话一边绑哦，你看，才四粒罢了。原来我讲话是不会做工的，讲话了啊，那个手不会动了啊。这个我也不懂怎么读。嗨，冻龄的 Jennifer， 哎呦，你没有看到我白头发了啊？你看，我都没有去染啊，不好意思，我觉得你才冻龄啊，在 Facebook 那边每次看到你都很 fresh 哎 ，Eunice。然后还有什么？谁讲话？OK， 再加多一个，手脚要快一点了，再慢哦。等一下啊，不然要搞到吃饭时间哦，都还没有做好。等一下，我老公、我 baby、我的女儿，全部啊，没有得吃饭，因为我霸占了这个位吗？这个就是吃饭桌子来的吗？
哦，所以啊，宝贝，你要不要帮妈咪？是，妈咪，我不会包。哦，那你不会包，我知道。等一下也是哦，你越帮越忙哦。等一下我还要教你怎么样转，怎么样包。这个是天然的样子，十年不见。谁十年不见哦？谁来的？天然的样子，十年不见都还是一样的你，我有没有啦？小德很可爱哦。什么？小德很可爱？你也是啊，你女儿也是很可爱，你女儿更可爱了。哎呦，动作很多 ，pattern 很多哦。虽然你很少放在那个 Facebook 那边哈、哦，但是啊，我看到你女儿哈、哦，哎呦，很精哦。来，这个这样子按下去，只是跟你们一起聊天罢了啦。然后我这个只是随便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这个是还是？啊？等一下，我拿眼镜来戴。我没戴眼镜啊，坏是吗？一个土字旁，一个布啊。坏到没有朋友。哦，坏到没有朋友啊！小孩子不坏啊、哦，乖乖这样子你就惨了咯。我每次讲我女儿啊，为什么啊这样调皮？我跟我爸爸讲，我爸爸就讲，哎呦，如果她静静的话，你就惨了咯，你更死哦，那是生病了咯。这样子才可爱嘛，小孩子调皮一点。Hello， 看，讲你 ，You still look young and pretty。谁来的 ？You still young and pretty。Ken Ng， 谢谢你 ，Ken Ng， 谢谢。不够大，拿厚一点的。好像有两个人要听我唱马来歌罢了哦。三个。三个啊？不是三个。还有一个是谁？不知道了。啊。好像是三个哦。好像是三个，我看到是两个罢了嘞。要听我唱歌的不要走哈。不要走，然后跟我一起聊天。然后看我包粽子。没有给讲。又对啊？什么又对？这个又对呀、什么又对啊？对对对啦，对，小孩子不乖乖就很惨了，对啦对啦。哎，我们小的时候哈、我们家哦全部哦都是包那种啦、咸肉粽啊，不是包农家粽的。我妈妈都是包咸肉粽的，这其实哈、这个粽子哈、我学会啊也是在 YouTube 学的，你知道吗 ？YouTube 学会包这个粽子的，然后包了吃了不错哈、所以在 YouTube 哈、分享给大家了啊，然后这个角要按出来，记得按出来这个角，按下去。包太大力了啊！讲真的啊，我的手哦，好像包不到哎。我看他们的手小小哦，还可以抓到很大力的嘞。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抓的，很厉害。OK， 这穿满了。还有一条。你很厉害，什么都会。哎呦，没有啦，也是正在学习啊，大家一起学习。好像有很多人退出嘛，有几个人现在是有几个人进来看得到吗？三十个，要加油了，才三十个人进来，三十个人是还没有走的是吗？那三十二个，
谢谢，有人进来，谢谢，是谁？闺女凤。哦，二嫂进来了，二嫂，谢谢你的支持。OK， 来，要听我唱歌的啊，留下来啊，不要走开啊。OK， 来一样的啊、哦，这样子包两张，然后多一个一条那个板蓝叶，转一下，那个框就出来了。OK， 然后这个放一点米，糯米，然后这个白色的糯米也放一点，然后放三大茶匙。黑甲鱼想要。Hello， 一万贝，一万贝，你要什么？要珠子。谢谢进来支持啊，一万贝。OK， 来这边脚按出来。哎呦，我一直重复一样的话哦，等一下你们听了很闷嘞，跑掉哎啊，有人退呀、啊？什么没？哦，有啊，有六哎，几个人啊？刚刚有32个啊，不是34个。OK， 好了，这个我差不多也要绑好了。哎呀，我真的哦，那个腰骨都酸了。等一下要去吃那个腰骨酸的那个补腰啊，补腰的药啊。OK。手脚快，手脚快。那个电视机关小声了，不然他们听了会不会吵我 ？OK。啊。OK， 等一下啊，我一定要吃这罐东西啊，因为啊，这罐东西哦，我每次有腰酸背痛哦，我就是要吃这罐东西的。吃了啊，我们腰骨哦，后来第二天我马上好了，这个腰很好。修肉说哇，美女做的。谁修肉啊？啊，很。修肉你好，进来了哈。我太闷了，太无聊了，所以要你们的陪伴。黑甲鱼讲要听歌。要听歌啊，第三个还是第四个人要听歌了，等一下不可以了，一定要唱了。我唱一句两句罢了，不用紧。阿香，唱给你们听。阿香，我最爱你。谁讲阿香？哎呦，我也是爱你们呐、啊，最爱你们呐、啊。如果你们要那个食谱，你们可以去我的 YouTube 看 The Ma Family， 啊 ，The Ma Family 啊，可以拿到这个牛鸭的食谱。这样子折下去就可以了哈。OK， 这样子了。好像刚刚是五个人退出，现在有一个人在进。应该全部人都有吃过这个牛鸭的粽子啦，哈。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没有吃过了嘞。我大的时候才吃过了嘞，想唱两只老虎。啊，要唱两只老虎啊？谁写的？两只老虎我会唱啊。两只老虎要听嘛？但是好像不适合嘞，两只老虎。我的马来歌会比较适合嘞，因为牛鸭粽嘛。我女儿不在，我 baby 有在啊，我唱给你们听。两只老虎，谁来的？谁？什么名？翁开。啊？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哦，好听吗 ？Russell Sayang Hey。哦，对呀、啊、，OK。Rasa sayang
London Beach is for 但是我老公啊，一直叫我啊，包这个粽子要唱哪来歌。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Oh,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my fair lady.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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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谢谢你，李西丹，给我歌词。公开空讲，厉害，什么歌都会唱。小孩子歌可以啊，你叫我唱那个什么，怎么什么？现在那部什么什么歌啊？哎，那个银杰最喜欢那个男的是叫什么啊？哎，现在的歌星啊，那个什么？台湾啊，香港啊，我不知道啊，中国的现在好像是最流行中国的啊，那些那种歌我不会唱啊， baby 歌啊 ok 啦，每次唱给 baby 听。 Irene Thor is watching. Irene Thor， 谢谢你进来支持，谢谢。现在有31个人看，29个人看。OK， 又一个包好了，那个肉差不多要完了了，但是那个米还很多，因为我放了哦，那个米很少，那个肉哦就很多很多，所以啊，肉要完了，米还剩下很多，惨了了，又要去炒肉了了。炒肉。还有谁还要听什么歌？还要听什么歌？小孩子的歌可以啦。有吗？你看，那有人点歌吗？没有。啊？人家听到我唱歌都怕。但是我有100。啊？这个。什么？什么100万？哦，哎呦，我也是会一记不了啊。那是我有100万，这样子不了 ，sorry 啊。哎呦，你看做到我的头发变傻婆这样子。所以啊，18万不会啊，等我赚到啊有很多钱的时候，18万的时候、哦、我去学着唱这首歌好不好？OK， 这边还可以，美女有还可以包最后一粒而已。有人讲美女有卖吗、啊、有钱就是因为哈、哦、这个Miss Madam Nai 啊，没得爱哦，还要买，所以哦，我又想吃，我就一起包咯，我不是特地卖的。然后啊，他要买吗？然后我又想到，哎呦，我要不要包啊？然后又有钱赚，又不要包，不要赚这个钱，所以哦，我不能睡了几天啊，因为我比较注重钱呐、啊。红色盖的是什么？我比较注重钱，所以啊，我一定哦。不能睡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包包了哈、啊。我等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会比较好睡、啊。有人问这是什么、欸？谁问？
什么名吗？啊？没有啊，上去了是吗？那修玉秋。啊？修玉秋。修玉啊？啊。哦，修玉，我的同班同学。哦，这关啊，怎么我会拿出来？因为我一直这样啊，然后我的腰骨好酸了，所以啊，我讲等一下我一定要吃这关东西，补腰骨的，吃了哈腰骨不会酸。然后所以啊，我拿出来我就放在这边哦，补腰骨的，很多人腰骨痛哦，然后吃这关东西好去的。这关东西啊，我老公啊，不要讲多，不要讲远啊，还是几多啊，就是我老公罢了。因为我老公哦，他在新加坡的时候啊，时不时会拿东干啊，他的腰骨哦这边有问题，然后应该是后遗症啊，跌倒后遗症，所以啊，他后遗症啊，然后他就要去做工什么啊，很辛苦的嘞，因为在新加坡做工，要搭 MRT 啊，要搭巴士啊。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回来啦，不要做了啦，不要在新加坡做了啦，他就回来了哈。然后我每一天泡这个药给他喝，用梅洛泡药哦，泡这个来泡罢了，冲水罢了，很方便的。泡了之后哦，他吃了足足吃了两个星期出一点哦，他好去，他到现在没有拿东干。这一个是讲哪一个？秀荣 ，Hello， 秀荣你好。然后还有谁进来的？好哦，佩佩你好，佩佩。吃了你的粽子。所以秀友，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了吗？吃了粽子补腰骨。吃粽子补腰骨啊，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有肉嘛，有熟啊。我是觉得我是好像要劈那个熟哈，那个腰骨啊很酸啊，可能它。就是不够营养咯，你吃这个肉下去哦，它也是有帮助的，它就会不会酸痛。你们可以试试看，女生的可以试试看，如果有腰骨痛什么啊，然后酸不是痛，腰骨酸，你去吃饱饱看，你吃饱饱了哈，你的那个腰骨哦会比较好一点的。可能啊，我们要 period 的时候，它在里面 process 的时候啊，它需要到很多营养啊，然后变成哈。他会比较舒服一点哦，我们的腰骨。美女，你做几公斤糯米？我做四公斤肉。糯米。啊，谁问的？修肉。修肉啊，我做四公斤修肉。糯米。糯米。糯米是五百克。因为我这次啊。我糯米哦，原本是刚刚好的，每次包哦，包了完是刚刚好的。然后因为这次啊，我放很多肉，然后米我放比较少，然后就剩哦，你看，剩米，没有关系的，这个可以收起来。改次啊，我有包的时候哦，我要包的时候我再炒哦，收在冰橱柜坏了嘛。OK， 这个是最后一个了，应该是。你这个。啊？哇，有很多人进来呀！啊，读给我听哦。我不会读。哦，你应该唱，小巴掌，对啊、哦，小巴掌。小巴掌大人歌，我没有怎么会唱的。小巴掌啊，小巴掌，这样子咯。以前我小的时候，每次听到修巴掌，然后啊，我是听怎么那个巴掌哦拿去烧嘞，修吗？修是烧吗？对吗？然后啊，怎么那个巴掌拿去烧不是没有了咯，烧到黑黑咯？然后哦，原来是烧烧的巴掌，修修的煮出来烧烧有烟的，很搞笑哦。我以前小的时候是会讲福建话的，现在也是会讲。然后我是说，以前小的时候我会明白福建话的，但是哦，我怎么样都不明白这句话嘞，修巴掌。38我以为拿那个巴掌哦，好像 barbecue 这样子烧啊。然后我到大了哈、哦，我才听我哥哥讲修巴掌哦，修巴掌原来哈、啊、是拿来拿煮出来烧烧啊，不是拿去烧啊。
看，34个人看，很好了哦。第一次直播哦，有这样子的成绩哦，很好了，34个人看。OK， 这最后一例了，差不多要关直播了啊，要谢谢你们。接近尾声的，谢谢你们的支持。粽子，有什么想要我表演还是要看的要听的啊？可以在这边还没有收的时候啦，然后你们可以写要我讲什么故事啊，要我做什么啊？啊，你可以写在这边评论啦，我看我可以做到吗？哈。第一次看你直播就是包粽子。啊 no， 我都没有，我从来都没有卖过吃的东西的。修又讲加油。啊？修又讲加油。哦，谢谢你，修又谢谢。这是牛轧粽子吗？对对对，牛轧粽子，谁问的？酷尔林。啊，酷尔林对。谢谢你进来，谢谢。但是已经差不多要关直播了，谢谢你进来哦。哎，最后一例了喽。OK， 现在把这个最后一例就可以放下去煮了。哦，38个人。啊？37个人。37个人、哦。刚刚41，现在39。哦，差不多要关直播了哦，有什么东西要问的？跳舞江南。跳舞啊？江南。哎呦，跳舞、啊。江南 style。跳舞我最厉害的什么？江南 style。江南 style 啊？什么啊？江南他的歌是怎么样的、啊？酷尔林讲，我最爱吃的。哦，你最爱吃的、啊？对啦，这个很好吃的。那个什么？江跳了啊，很久了这个歌，江南的，你懂吗？啊，我懂了。谁懂谁懂？放那个江南 style 出来，啊，那个有卡顿的放出来怎么样跳？我跳给你们看。还有写些什么？好像很多人写在 comment 写字嘞。美女粽子煮多久？啊，这个啊，这个粽子啊，人家粽子啊，因为它算是熟的嘛肉。所以不需要煮太久的，差不多1个小时半到2个小时就好了。刚刚还想在。不像那个咸肉粽啊，咸肉粽哦，它要煮，有时候煮到2个小时半哦，3个小时。刚刚还在想要不要包牛轧粽子，就看到你包了。快点包，快点包，端午节现在包。啊，这个好了，啊，你看我包几粒这边，二。蛮多力下的。六，啊，八，十，12粒。45个人看了。啊，哇，很多人进来了，很多人给 love 嘞，很赞嘞，谢谢你们，谢谢。对，舅舅。小巴掌啊，小巴掌，哒哒哒哒哒，可以拿去煮了啊，现在可以煮了。舅舅，我 like love 很多。OK， 可以煮了。这边太远了喽，你们看不到。你看哦，里面啊，你看里面，43个人。啊，青青色的水，哦，青青色的水是做什么青色呢？是因为它的那个斑斓啊，啊，然后啊，现在煮那个斑斓水哈，煮了哈，然后这个巴掌哈就放下去，很香哦。现在，好像是修哥，你修看，你们可以修到吗？修一下，香吗？香，好像是。OK， 好像因为我这个锅太小了嘛，好像什么？啊？苏老师。哦，苏老师进来呀！苏老师，谢谢你的支持 ，Wendy Wong， 谢谢。OK， 这个可以收了，拿去洗。然后这个刚才我煮滚了，它现在是有一点温温的，再煮给它。滚了啊，才放这个巴掌下去啊！不要拿这个巴掌进去蒸啊，没有水滚啊，还是冷啊，拿进去蒸哦，等一下啊，不好吃的，要滚了才放下去。OK， 你看啊，
有一些包到很大，有一些包到很小，哦，等一下那个人买的哦，那个人给我买的啊，我会送他多一粒啊，你唱歌时很好笑，因为太小了。徐若瑄，你唱歌时很好笑。我唱歌很好笑，谁讲的？徐若，现在有53个人。我不是歌星啊，我是专业美容师来的，我不是歌星，所以啊，我唱歌哦很难听的，只是没有办法，因为啊，在这边哦。我怕等一下闷到你们呢，你们进来，刚刚我会觉得很无聊嘞。这个人进来看看，哎呦，看他怎么一直头这样子包粽子啊，所以唱一点歌给你们听啊。虽然是很跳舞很难听啦，不会好听啦，但是没有关系。艾斯姨讲啊，我要买。你要买啊，要买要寄上去给你喽。然后阿妈就讲 ，Let us know the price。真的啊，五粒40块，但是哦，已经接满单的，就是这边接满单的，不接单的，你们不要给我睡不着觉嘞。等一下，你们全部要买哦。哇，我又不接单啊，等一下晚上我又睡不着了咯。这个就是因为我睡不着，所以才赶这个钟子啊。我讲你钱赚不要赚了。这个应该是一个五个叉叉叉。哦，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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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几年来第一次啊，听你唱歌，羞辱，需要讲的。对啦，我以前都不敢唱歌的，我要唱一首歌，要唱七八秒，我都怕死，跳舞说脸都红肿掉了。跳舞说搞笑就不必了。啊？怎么？他写繁体字的，你不会读哦？有些。跳舞说搞笑就不闷了，对咯对咯，对咯，酷一拎，叉叉叉，我跳给你们看了哦。来，现在要怎么样处理剩的东西 ？OK， 拿一个 double bag 装进去，以后，我有包，那这个啊，这个。这个还湿湿的吗？拿去晒干，啊，这个粽叶拿去晒干就可以了，晒干还是可以收着的。然后这个是有剩的吗？有多余的啊，不要拿去丢哎。吃。啊，然后因为没有肉了哈，我收着了。改次我有木的时候哈，才拿来包了，应该是第二天这样子就拿来包了，第二天第三天。OK， 收在包里。厉害，什么都会，棒。什么都会啊？是什么呢？是什么？跳舞唱歌。是跳舞唱歌啊！我才知道跳舞唱歌就惨了。煮菜也是。来支持我，给我做眉毛了，你们。我猜的。我的专业是做眉毛的，你们谁要做眉毛？有人嘛、啊、做眉毛，秀眉啊，秀眉，有人要秀眉吗？来支持我，给我秀眉，我是在家做的，秀这个眉毛。你们要修什么眉毛都有，要修牵丝眉啊，粉雾眉啊，啊，秀眉啊，全部都有。然后嘴唇，修嘴唇也是，啊，我做的价钱很便宜罢了啦，价钱啊，原本啊最便宜的眉毛啊200亿，然后但是啊现在啊我做 offer 啊才190罢了。会煮会跳会唱会会什么会讲啊会讲、哦、繁体字啊我女儿不会煮啊繁体字然后嘴唇我也是有做嘴唇修嘴唇水晶唇啊酷已经讲你住在哪里我住在达曼史加蒂你知道那个Aeon 吗 Aeon 对面路不是有一个高楼咯那个高楼那边哈的前面啊第一排单层排屋就是了这个我是要做白酒吧了便宜 Superman 本来一开放的时候哈全部人冲来了现在啊你看我够无聊了这个都不是我的专业来的我在这边做直播啊跟人家抢饭碗了，等一下给人家骂死。这个讲 Superman。谁讲 Superman？ 我以后
哦，谢谢你，Superman。然后都已经讲什么粥？啊？什么粥？什么粥？我没有卖粥哦。没有没有，我讲粥熟的粥。哦，什么粥熟啊？是在 Bera Bera 哦，你不是住在这边啊？是在Bera Bera 的一波。不是一波啦，虾湾有听过吗？虾湾。有吗？有听过虾湾吗？我是在虾湾的，虾湾那个曼中埃用那边。这个。嗯。眉毛已经找到你做了啦。对呀、啊，我知道你找到我做了。然后昨天我不是讲了，我看到你的身材啦，就是因为你找我，你找我做眉毛，所以我才看到你身材吗？我已经讲，他住在 KL。啊我住在 KL 啊 ，KL 很远哦，很但是我很多的咯，印单啊，巴干达多的顾客啊，做眉毛，很多都是那边从那边来的 ，KL 的也是有，比较少咯，好像比如讲他亲戚啊，住在这边的啊，他来探亲还是什么啊，然后他亲戚就会带他来咯，就哦，以前我哪里都跑了啦，所以我才有这样远的顾客。那太远了。嗯，因为你住在 KL， 谢谢你以为你住在 KL 可以找我做。哦、不是住在 KL 啊，谢谢你的支持。酷一林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印象。很香。很香哦。你那边滚了咯，水滚了，水滚了。有时。OK， 水滚了。可以。可以准备放下去了啊。要放一个先啊，我们慢慢来煮啊，会比较好吃一点的。因为你放在上面哈，又放在下面哈，然后啊，你等一下时间到了，你还要反呢、啊，就是跟它反去下面，然后下面再反来上面，所以我要一个一个煮咯，因为我煮不多嘛。然后煮一点点罢了，没有关系啦。哈哈，只有我老公会看到我身材。啊？什么？只有我老公？我这个我不会煮这个。啊？我不会煮这个。OK， 要开中小火慢慢煮啊，中小火，慢慢给它煮。这个我也不会煮。什么？哈哈哈！只有我老公会看到我身材罢了。哎呦，你给我看完了啦你！深刻印象，你懂我的嘛？我真的是不懂嘞，因为在 Facebook 啊，名字全不一样的嘛，名字，所以哦，我又不知道你是谁嘞。可能懂啊，你讲出来我就懂咯。你讲你是谁我就懂啦，深刻印象哦，读了这个 OK， 然后这样子分开啊，不需要拿到两个 double bag， 这样子收住就可以了。哎呦，原来哦做直播哦这样爽的哦，可能是第一次做直播啊，做到很开心啊，因为有人进啊、哎，有人陪，又有人进来好支持我们，跟我讲话。对喽，现在在家很闲，我叫你进来一起，你不要，啊、进来一起跟我跟他们聊天。在家美女，你啊，我这个不想读。又是繁体字啊？我不是繁体字来的吧？那个还没学。啊，美女，你近视，好辣。什么近视好了？近视好了。什么近视好了？不用戴眼镜。没有啊，我其实哈、哦，我眼是看不到我近视，我近近哈、哦，我看到很清楚的。我很少戴眼镜的，我有时候驾车我都不戴眼镜的。啊？女儿做模特，女儿做模特来进来做模特。我是个老安迪啊，头发白白的，没有人要进来看。接下来可以再次加油直播，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依琳，你还没有跟我讲你是谁嘞？等一下我有空的时候啊，我进去里面，那个Facebook 里面啊，看一下你是谁来的，你到底是谁来的，很好奇嘞。小女儿嘞，小女儿啊。就是他睡觉我才可以直播啊，刚才在那边走来走去啊，要捉我这个捉我那个东西啊，所以啊我跟他丢进去房间里面，然后给他睡觉，我
我就是特地等这个时间他睡觉，他睡着我要做什么都可以，他没有睡我就惨了啦，他一整天哦，他没有睡啊，哎呦，他睡着了啊，我的脚翘到沙发高高去哦，然后躺在沙发哦，看电话几爽，好想念小女儿，谁想念小女儿？修的，哦。啊，那小女儿很可爱，等一下女儿可以什么跳舞，女儿跳舞女儿不好意思跳舞啊，我跳舞给你们看就够了啦，唱歌跳舞给你们看了，你看我都不好 不想你看我做完了我都不想关直播哎、欸，你看你跟我们你跟我之前来我一直在想哦，他们做直播是怎么样做的，他自己在那边讲话也可以哦，一直讲不停的，这样厉害的。可以连讲孩子。他对着那个，好像对着一边墙壁讲电话，什么对着墙壁讲话这样子啊。可以连讲。啊。孩子睡觉就可以轻松一些。哦，对对对，孩子睡觉我很轻松的，我做什么都可以的，我最开心他睡觉了，我每一次哈。一天他可以丢他两三次进房间睡觉了，因为他睡觉嘛，我得空嘛，我要看电话，我最喜欢看电话了。而且现在啊，没有做美容哦，没有做这个眉毛啊什么啊，然后我也是 OK 啊，就是可以看电话什么。平时哪里有电话看，哪里可以看 YouTube 看电视机，没有得看的。狗狗，别。可以上直播，不可以啦，狗狗，狗狗上来我这边翻掉了，我的狗好像还要疯这样子嘞，跑来跑去的，这边跑，从前面冲到后面，后面又冲到前面，不可以。Baby On 讲加油加油，现在就是你的 me time。什么？现在是什么 ？me time。me time 啊？哦，对对对 ，me time。谁要讲大女儿是你最棒的？Jess， Jess 不见了的 Jess。秋月秋讲大女儿是你最、啊、最啊你最棒的大帮手，最棒的大帮手，那大帮手什么最棒的大帮手不是大帮手啊，大帮手啊，我大帮手我听到大帮手你 OK OK 等一下啊、哦、如果你要看我做的那个粽子好了，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半，是几点？一点半一点半这样子哦，我会拍这个粽子放在 Facebook， 然后你们就会看到刚才我直播做出来的粽子是怎么样的，美还是不美，然后可以给评论，有吗？还有人讲话吗？你直播感觉在跟空气讲话、啊、对对对，你做直播我就是一直在想、哦、他们直播、哦、就好像跟空气讲话咧，怎么样会讲到这样多啊？ Jess 姐姐讲我在哦，你还有在啦、啊、哎呦，我以为你走掉了，没有反应了我觉得做直播的人真的是很了不起，很厉害的哦，他们的他们就是很自然哦。姐姐姐讲做甜品直播、啊、做甜品直播啊，改次啊，有机会有做甜品直播，但是啊就是啊有 lockdown 哦才有机会啊，没有 lockdown 没有机会的，因为没有 lockdown 哦，我的顾客哦全部好像一窝蜂这样子飞来耶，我从早上做到晚上了，没有空了。现在哦，就是有空，然后才可以直播啊，去尝试一下。一生人真的是要尝试一次直播，幸好真的是感觉很不错。我们陪你一起，很好的感觉。半小时，幸好你没有叫我们陪你一个半小时。哇，谁讲了这句话？幸好一个半小时。谁？修佑。哦。我以为你要讲，秀友，我以为你要讲啊，幸亏你没有叫我过来陪你一起直播，我是想要有人陪我直播的。我刚才直播的时候，我也是啊，很紧张的，头疼的时候，然后现在很自然了啦 ，OK 了啦，哦，唱歌跳舞一下啊，就放手。
松了，整个肌肉放松了，很爽了。哇，这一拳也很爽。啊？这一拳也很爽。喏，你又很爽了。OK， 我给你们看我洗碗啊。还是要退出了，你们有空吗？第一次做直播很自然哦，谢谢你，一直江南骚跳舞爱上了是吗？是啊 ，BB on 对，一直直播哈、哦、就会爱上了的。我可以又来江南骚跳舞啊？什么？欧巴桑啊？什么？什么？欧巴桑是吧？这样，没有啦，耳会掉了，我们耳掉了，没有啦，这样子，我什么欧巴桑还是跟啊跟的 star， 哇，跟的 star， 咚咚，你说跟的 star， 咚咚这样子的，你要啦，对吧？是这样子跳嘛？你要看你洗碗，我帮你搬过去。应该他们不会喜欢看我洗碗的，有人陪你啊。应该是他们喜欢看我跳舞唱歌，哈哈，跳看啥婆？最长的看蛇，最长的直播，很长了哈。我觉得你们全部有工作做嘛？不好意思，你们忙哦，还进来支持我，谢谢你们嘞，真的很谢谢你们了。但是我你看不舍得关直播嘞，怎么办？啊，来，你跟我，宝贝，跟我拿我的眼睛。厉害 ，good， 棒，棒呢、哦？我跳舞很棒。我跟你讲啊，等一下不认识我的人哈、哦，看了我就讨厌了，这样乱乱跳舞，乱乱唱歌。但是哦，就是要这样子咯，要乱乱跳舞，要乱乱唱歌哈、哦。会比较放松自己呀、啊，要不然刚才我坐在我好像哇手脚都冷了嘞，然后哦很怕嘞，很紧张嘞，手有一点抖嘞，你们有看到吗？刚刚进直播的人哦，应该是有看到我哦，手有一点发抖哦，讲话的时候哦也是不自然，有吗？这样很搞笑。什么？这样很搞笑，酷一林讲。啊，气氛很好。对咯，你们全部都很好嘞，爱死你们嘞！我和傻婆这样子还支持我嘞。OK 啦，等一下啊，我要关直播了。等一下，我会把我的妞妞掌放在 Facebook 啊。如果是说你们哈、哦、喜欢我的朋友啦。喜欢我的朋友去 YouTube 那边，The Ma Family 啊 ，The Ma Family， 看我煮菜，我在那边有分享我的食谱给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啊，要讲拜拜了。女儿很搞笑嘞，哎，我觉得还蛮配我的哦。刚才你没有拿出来，我带这个做直播吗？又要结婚多一次，不可以啦。啊，OK， 还有谁？哦，还有人刚刚进来哦，不好意思哎，那是蛮多人退出了。哦，因为现在要关直播了，谢谢你的支持，谢谢。第一次直播就这样支持，哎，第一次直播就这么多支持者，对，谢谢你们，真的很谢谢你们啊。OK， 拜拜。我说不要拿那个东西遮住。OK， 拜拜，拜拜，再见。惨了，第一次直播也不知道怎样关直播嘞。Finish。这样，好 ，finish。谢谢你们啊，拜拜，谢谢。